日有网友在网上分享与唐嫣对话截图，并称人美心更善，感谢唐嫣对两位藏族女大学生的资助，在此替两位即将毕业的女孩感恩，并祝唐嫣的事业越来越顺利，身体健康，扎西得乐。截图聊天中，唐嫣表示对自己资助的学生很欣慰，并说可以再多找几位需要帮助的学生，我来资助。对此网友纷纷表示，唐嫣太好了，人美心善，真的好，唐嫣要一辈子幸福呀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